请坐下。恭请总统讲话。大会主席游锡堃院长，现场的贵宾、好朋友，收看电视和网络直播的国人同胞，大家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0年的国庆日，每一年的这个日子，我们聚在一起庆祝我们国家的生日。我们抱着庄严的心情，感谢这块土地上历代的前辈，无论是先来后到，为这个美丽的家园牺牲奉献。今天在台湾生活的人们已经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今年五月开始，台湾遭遇了疫情爆发以来最严峻的挑战，有800多位民众失去生命，他们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生命共同体的成员。在这里，也就是在演讲的一开始，我要向他们的家人致上最诚挚的慰问。这一波疫情中，我们也再度的看到台湾人民的高度自律和素养。不管天气再怎么热，大家总是不忘戴上口罩，不管走到哪里，大家都会自动扫实名制 QR code， 而且保持社交距离。疫苗到了，大家按照政府的安排有秩序的接种。大家的努力我很感谢，大家的配合政府也绝对不会视为理所当然。我还特别谢谢鸿海友邻基金会、台积电、慈济等民间组织跟政府携手合作。我要再一次的谢谢我们医护人员的辛劳，我更要再一次的谢谢所有的台湾人民，在如此困难的时刻，是大家的团结守住了我们的国家，是大家的民主素养守住了我们珍爱的家园。除了自助，还有来自国际友人的协助，日本、美国、立陶宛、斯洛伐克、捷克、波兰等国家，在全球疫情严峻且疫苗供应不稳的情况下伸出援手。今天除了即将来社畜的立陶宛，其他国家的代表都在现场，这就是民主大联盟世界加好友。我要借这个机会邀请我们所有在场的来宾以热烈的掌声向这些国家的代表致上我们最深的感谢。台湾人有一个美好的传统，我们不会忘记别人对我们的好。去年我们送出的口罩是 Taiwan Can Help， 今年他们送来疫苗是友情的疫苗，这就是善的循环。我要在这里向国际社会承诺，台湾一定会在国际社会中做出贡献，让善的循环不断地扩散出去。这一年来，疫情虽然冲击了我们的内需，但是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成长动能。全球半导体晶片的短缺，更凸显了台湾在供应链上的重要性，而印太区域变化中的局势，也让台湾在区域中的关键地位再次受到了瞩目。台日关系持续深化，欧盟跟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台美 TIFA 复谈了，台湾也向 CPTPP 递件了，在华府、在东京、在坎培拉或者在布鲁塞尔，台湾的议题不在边缘，有越来越多的民主好朋友愿意站出来挺台湾。我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和理念相近的伙伴携手，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台湾的国际形象不再是亚细亚的孤儿，现在的我们已经是可以而且能够勇敢面对挑战的坚韧之岛。但是当我们越来越好，中国给我们的压力就越大，所以我要提醒所有的国人同胞，我们没有松懈的本钱。此时此刻的国际政治正发生剧烈的变化，威权主义的扩张让全世界支持自由民主价值的国家都有警觉，而台湾正处于民主防线的最前沿。也因此，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此时此刻的中华民国正处在72年来最复杂多变的局势当中。我们走的每一步势必牵动世界未来的走向，而世界未来的走向也必定影响台湾的前途。印太区域的情势日趋紧张复杂，北京当局在全面控制香港、压制民主人士之后，也调整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经发展方向。同时，在南海、在东海，区域秩序正受到挑战。在台湾的西南空域，共军常态化的活动，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国安及非安。而民主国家之间则正努力强化各领域的合作基础，来因应区域和全球的变局。 G7、 北约、欧盟以及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对话不约而同关注台海的和平与安全，同时也关心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是否会遭受到中国片面的破坏。在这里我要重申，台湾愿意为区域的和平发展贡献一己之力。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我们善意不变，承诺不变，维持现状就是我们的主张。我们也会全力阻止现状被片面改变。我也要强调，两岸解决分歧必须透过平等对话。我们期待两岸关系和缓，我们不会冒进，但绝对不要认为台湾人民会在压力下屈服。我们会持续充实国防，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确保没有人能逼迫我们走向中国所设定的路径。因为中国所设定的路径里头不会有台湾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更不会有2300万人的主权。从1949年中华民国立足台湾以来，已经经历了72年。这72年来，我们的经济从贫穷到富裕，政治从威权到民主，社会从一元到多元，一步一脚印，成就的今天中华民国台湾崭新的样貌。这个今天让世人称赞的样貌，是经历了多个世代的人们共同努力的成果。没有一群人
可以单独鞠躬，也没有任何一群人曾经置身事外。八二三炮战中英勇奋战的国军没有分省级，半导体护国神山里的人才也不会分政党。郑南榕是外省人，瑞莎原本是乌克兰人，文征林的母亲是菲律宾华人，父亲是客家跟日本的混血。不久前才离开我们的棒球选手王光辉则是阿美族人。国旗不见了，我们一起生气，台湾被打压，我们一起愤怒，这就是我们融入与共的情感。在这个包容的国度里，不管先来后到，没有人有原罪，也没有人会因为不同的出身而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只要尊重并且认同这块土地，台湾永远张开双手欢迎所有人，团结所有人。过去这72年来的发展历程让国家的样貌有了很大的转变，但在转变之外，我们也有不变的坚持，那就是确保主权，捍卫国土。这个信念是让台湾屹立不摇、民主开花结果的重要关键，也是72年来国军保家卫国、为和而战的基础，更是一代又一代台湾人民的坚持。这样的坚持从来都不是一党一派的坚持。今天国民党朱立伦主席、民众党柯文哲主席、时代力量陈椒华主席都在现场，各位的出席是台湾民主美丽的风景。政党政治必定有竞争，但只要议题牵涉到国家的尊严以及人民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团结起来，为世世代代的台湾人守住主权，守住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必须彼此约定，永远要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要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这四个坚持是台湾人民给我们的底线，也是我们最大的公约数。站在公约数的共同基础之上，我们有责任累积更多的共识，以团结的姿态来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责任，要确保这块土地上的年轻人可以世世代代继续自由奔放下去。从我2012年上任开始，就致力于贸易多元化、产业创新、能源转型、人才培育及引进，让国人看到了台湾经济结构的正向转变。这几年来，面对全球经济的变局，我们协助台商大量回流，加速产业转型，一举翻转过去30年因为过度依赖单一市场所造成的经济成长缓慢以及资金和人才外流的问题。今天台湾经济的表现不仅重回亚洲四小龙之首，而且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这证明台湾有能力创造更有韧性、更自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走出一条不再依赖单一市场的新经济路线，
这是台湾经济能够立足世界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关键。各位亲爱的国人同胞，世界的大门已经为我们打开，我们要坚持走下去，让台湾经济在下一个30年继续发光发热。除了经济转型之外，我们还排除万难，推动了许多的改革，社会照顾扩大了，外交有了突破，国防改革正在进行中。许多我们过去几年付出的努力，成果正一一呈现在国人及世人的眼前。很多人问我，接下来我们还要为台湾做什么？我的答案很简单，在勇于改革以及壮大国力之外，我们要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打下一个长治久安的基础，要让中华民国台湾有足够的实力，有稳定的社会，迎向下一个阶段的变局和挑战。我们必须要面对那些长期困扰台湾社会、充满分歧、难以取得共识的议题，更必须去凝聚共识，找出社会大众普遍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进而化解这些常年的争议，台湾才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往前走。我们有必要因应国家发展的需要，针对政府体制和组织、地方制度、国土规划和区域发展等重要的治理议题，做出必要的检讨和调整，让国家治理达到最有效率、最能反映民意的状态。其中，宪政体制的改革就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事情。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已经成立，这次的宪改会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以维护民主自由宪政体制为前提来进行修宪。我理解修宪的门槛非常的高，我要呼吁朝野政党，宪改议题攸关国家治理，无论是执政还是在野，都必须放下成见，严肃地进行宪政议题的讨论，寻求最大的交集。转型正义的工程，历史留下的伤痕与是非，如何抚平，如何评价，正考验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和勇气。此外，国家的能源政策该怎么走，也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反复的能源政策下持续累积经济成长的动能。我们已经和国际主流同步宣示2050净零排放目标，也必须和各界一起规划路径图，把握相应的趋势，及早评估风险，建构更具弹性、更有应变能力的供电体系。这不仅攸关竞争力，也关系环境的永续。着手处理这些重要的议题，才能打下长治久安的基础，留下一个更好的国家给年轻人。然而，过去这些公共议题的讨论，很容易因为政党的立场不同，或是政治认同的分歧，让原本只是路径手段的不同，被无限上纲成意识形态的争执。这些争执无助于国家的发展，只会让我们被迫内耗，原地打转。所以，我想要在未来的几年的任期中，引进社会力，共同来寻求解决这些议题的路径，让社会和政治部门携手合作，一起寻找不同意见的最大公约数，把困难的议题一一化解，为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奠定最坚实的基础。2021年是充满挑战，也令人感动的一年。
今年夏天的东京奥运，台湾选手缔造了史无前例的好成绩。在国家生日的今天，我要再一次向所有的运动选手以及所有的后勤团队致上谢意，谢谢你们让世界看见台湾。在奥运比赛的过程里，台湾人民再次确立了不分彼此的共同体的意识。我知道有人自认看球每看必输，于是只要台湾选手出赛就不敢看转播，只能在心里默默的加油。我也知道有人看射箭比赛的时候紧张到心跳比选手还要快，这就是共同体，它是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每个人牵在一起，喜怒哀乐融入于共。羽球男双金牌战，当电视荧幕上出现硬的画面时，我相信不少人都跟着尖叫呐喊，甚至流下了眼泪。我们等这一刻等很久了，台湾的好，台湾的自信，台湾的勇敢，一直在等着被世界肯定，被世界看到。今年夏天我们做到了。这几天当国庆预演的飞机飞过台北上空的时候，很多路上的行人会停下脚步抬头看，他们在看保家卫国的空军。不只是空军，因为国庆，台北街头出现的很多为国庆预演排练的部队，疏浚的工兵，消毒的化学兵，宪兵快速反应连的重机，以及很多平常很难在街头上看到的各式战斗车辆，就在我们前面的重庆南路上整装待发。大家都拿起手机忙着拍照，也许不是很清楚这是什么部队，也许也叫不出装备的名称，但那是一种安心的感觉。这是我们的国军，我们的军队会保护我们的家园，有灾难的时候会来救灾，当主权领土和民主自由受到威胁，也会用生命来保家卫国。2021年台湾最感动的画面之一，就是冬奥英雄回国时，我们的国军出动幻象2000，在我们自己的领空上欢迎他们回来。国军和冬奥英雄都是这个国家的英雄，我们期许所有的国人同胞相信台湾的好，相信台湾的重要，相信我们2300万人所组成的共同体能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就让我们带着光荣和自信前进，做自己的主人，乐为世界人，让台湾成为世界的台湾。最后我要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也祝福所有的国民身体健康，平安顺利，谢谢大家。谢谢。好，大家可以听到总统蔡英文在今年的这个国庆演说大概讲了15到20分钟左右。